Welcome to our show, sponsored and produced by the Fun Day Asia online language teaching platform. We will show you various trends in current day Asian society, as well as try to find answers to questions about practical issues, morals of society and life goals. My name is Eric and I will go around interviewing everybody until we get the answers we want. Along the way, we'll also go have a peek into different cultures, languages, interesting traditions and ways of travel.I hope you enjoy the show! Hello everybody, welcome to the show! 今天我们会谈到的是台湾的高中生在学习英文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困难呢？我们去了解他们的看法吧。 Let's go! 你好同学，那请问同学，哪一个科目是你目前觉得最困难的呢？英文。你觉得英文困难的原因是什么呢？要记很多单字，我觉得很难。然后你觉得听说读写四个部分中，哪一个部分是最难克服的呢？听，都听不太懂。哪一个科目是你目前觉得最困难的呢？英文哦。那你觉得英文之困难在于哪里呢？跟别人对话吧，它是外国语言。啊，你觉得听说读写四个部分中，哪一个部分是最困难克服的呢？说吧。说。原因是？因为跟别人沟通有点困难。沟通困难。哪一个科目是你目前觉得最困难的？英文。然后你觉得听说读写四部分中，哪一个部分是最难克服的呢？应该是听吧，听不懂啊。你觉得你对你的英文的成绩有满意吗？普普通通啊，不满意。不满意的原因是在于哪里呢？单字都不会。那你觉得英文的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文法。对自己的英文成绩感到满意吗？稍微不太满意。不满意。不满意的原因是在于哪里呢？有些地方听不太懂。我也听不懂。你觉得你自己的英文成绩感到满意吗？还不够满意吧。那你认为听说读写四个部分中，哪一个部分是最难克服的呢？说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环境就是讲中文的人太，就是都是讲中文的人，没办法去训练说的能力，就算去上课什么的，也没办法真的像在外国的环境一样学习，对口语的方面。对，你们觉得听说读写的英文的这四个部分其中哪一个部分是最困难的呢？应该是写吧。应该是写。我也是写。我觉得听比较难。应该是说吧。那你们最想突破的困难是哪一方面呢？英文的话，单字可以背起来吧。我也是我也是。讲太快听不懂。背单字吧。你觉得听说读写四个部分中，哪一个部分是最难克服的呢？说吧，因为我觉得要面对人本身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说再加上用的又不是自己的语言，所以说这个部分我可能比较难克服。哪一个部分是最难克服的呢？说写。对你而言，学习外语最大的困难障碍是什么？讲跟听吧。也是讲话。请问一下，你未来的梦想是什么呢？室内设计师。哇，然后你认为外语能力对你的梦想实现有帮助吗？有啊，有。那对你而言，学习外语最大的困难障碍是什么？口音吧。啊，你好同学，
对你而言，学习外语最大的困难障碍是什么呢？就听不懂吧。好，同学，请问一下，你未来的梦想是什么？我想要搭热气球环游世界。搭热气球环游世界，很好的想法，我很同意。你认为外语能力对你的梦想实现有帮助吗？有。对啊，因为你到另外一个国家的话，你一定要跟那些那边的人讲话。对啊，对啊，对啊。那对你而言，学习外语最大的困难障碍是什么呢？讲话，就是讲英文。Yes, please. 好，请问同学，你的未来的梦想是什么？当个吉他手。然后你认为外语能力对你的梦想实现有帮助吗？有很大的帮助，可以沟通的。然后对你而言，学习外语最大的困难障碍是什么呢？就是单字如果比较不熟的话，要重背的。拼音的比较长的，比较难背的。对，还有文法。对。你认为外语能力对你的梦想实现有帮助吗？有非常大的帮助。对你而言，学习外语最大的困难障碍是什么呢？Speak， 讲话。啊，你好，同学，请问一下，你未来的梦想是什么呢？我想要当台湾总统。然后你认为外语能力对你的梦想实现有帮助吗？我觉得外语能力非常重要，这样当总统之后，就是可以跟国外可以沟通或者怎样，外语能力真的很重要。哇 ，OK， 可以，不错。那对你而言，学习外语最大的困难障碍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一直都没有讲过，所以第一次会对文法或者是发音就是不太了解，就一直会有错误，就是一学习的困难这样子。了解。我们刚刚听到很多学生的问题，那现在我们来请 Funny 的老师谈谈一下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如果你要学习新的语言，真的需要背单字，但是我们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技巧来帮忙你记住那种又长又难念的字。我们今天就谈一个，下一次你遇到那个你不熟悉的字，你可以试着不要马上要背着它，我们可以先了解它的意思。 For example， 我们看 interchangeable 这个字，我们先开始看它的字根在哪里。在我们的例子里面，它就是中间的 change。 change 是什么？ change 就是改变。下一步我们要看它用哪一个字尾。在我们的例子里面，它就是 able， 就是在字后面的，它就是 able 是可以还是能够。所以 changeable 变成是你可以用来形容一个东西是可以改变的。下一个我们就看它前面的字首 inter， inter 就是代表相互。所以如果我们看全部 interchangeable， 它就是指可以交换的东西。如果我们可以用这种技巧来背单字，我们就可以比较快地记住它，然后比较容易增加你的词汇。我觉得背单字的技巧可以从例句下手，因为一个单字它就是光光的一个单字在那里，那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单字是什么意思的话，你就很难去把它背起来。所以我的建议是可以借由这个例句的话就会有个情境，你就会去想起那个情境，就会想到那个单字的意思。所以可以多看例句，千万不要只看一个单字，这样一定看了一下一两天就会忘记。我认为听说读写这四项能力中，口说是比较难掌握的技巧，因为它需要大量的练习。然后说实话，你也要有够胆量。如果我们被迫在别人面前要使用它，我们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有压力。所以我的建议是，你要从开始慢慢的学习听自己讲英文。你可以选择一个适合你的程度的文章或书，然后大量还是大声的讲出来，多次讲出来。这样子你练一段时间以后，你会比较自在，
然后比较有自信。上英文课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有一个老师会帮助你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但是如果你要上课，你要记住不要不好意思，要大声，要开口讲话，这样子你讲英文的能力才会进步。我觉得想要加强口说的同学啊，你平常自己可以多多练习说英文，但是你会觉得我又没有人可以跟我一起讲英文怎么办？其实没有关系，你就自言自语就好了。虽然听起来很奇怪，但其实不会，你就是看一个英文的文章的时候，你就大声的把它念出来，然后平常也假装有人在跟你讲话，你就多多的去念去读，就是口说的部分一定是要读出来才会进步。所以不管有没有跟你一起练习，你一定要平常养成会开口念英文的习惯。像平常你就可以上 Fun Day 的网站，我们每篇文章都有老师会朗读，你就可以跟着老师的逐句导读，一句一句一起开口念出来，这样子久而久之，你的口说能力一定会进步。大家都说语言需要四项能力，听说读写，为什么呢？因为这四项能力可以互相帮助你的。我们刚才有谈到要怎么样用大声朗读去帮助还是提高你的口说能力，这实际上也可以帮助你的听力，因为你会学习把字联想到读音，所以下一次你听到人讲那个字，你会很轻松地认出它。但是如果你只是看或写那个字，你不熟悉它的读音，你听那个字的话，你会需要花比较多时间才能认出它。那就是为什么 Fun Day 有一个部分是专门让你看文章，然后同时听外国老师把它念出来。我们还有一个部分是让你录你读那个文章，然后可以跟原本的录音做比较，这样子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然后又方便的方法来念英文。对于增强听力能力的建议呢，我是觉得大家可以多看一些英文的电影或者是影集，因为电影的内容还有影集都是很有趣的，所以你不会觉得练习听力的时候很痛苦。你就试着多看几遍，可能第一次是看中文字幕，然后第二次就可以把中文字幕关掉，看是要切成英文字幕或者是整个没有字幕，然后试着把英文单字跟它的发音对在一起，然后去联想它的意思。这样子下一次你只要听到有一样的发音，你就知道那个字是什么意思。所以还是要多看电影还有英文的东西，你就可以借由这些去增强你的听力。好，今天我们了解到高中生到底在英文的学习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你想要提升你的英文实力的话，其实你也可以来 Fun Day 学习。好 ，Thank you everybody for joining the show and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